大家好，这里是金牌娱乐。这么多年，是是非非好像从来没有远离过张柏芝。身为一个外形出众、有精湛演技的明星，本身他应该是个发光体，在属于他的舞台上尽力施展他的才华。然而，就像太阳也会有黑子一般，张柏芝的世界里，光芒和黑暗都是如影随形。早年父亲豪赌欠下巨款，事件轰动全城，张柏芝曾被迫开记者会，声泪俱下宣读声明。之后传播之代父还债才平息风波。后来张柏芝遇上了当时的挚爱谢霆锋，两人与王菲之间经历一场错综复杂的三角恋关系，导致张柏芝和谢霆锋几分几合，后虽终成眷属，却又因为艳照门一事，两人婚姻横生波折。此后每当双方出现什么新闻，另一方的名字就会出现在热搜中，这对张柏芝造成了很大的困扰。这种情况持续近五年后，张柏芝终于不再沉默，公开接受访问，回应这些年的是是非非，并大方承认谢霆锋的事已经与自己八竿子打不着。张柏芝的回应引起了大家的关注，真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在多年的沉默后，张柏芝终于鼓起勇气说出真心话，澄清了网上很多不实传闻。很多网友也纷纷点赞，表达对张柏芝的支持。其实单身妈妈的生活并不容易，一个人要操两个人的心，我们应该给张柏芝更多的空间陪伴孩子好好成长，而不是每次将他与过去的人捆绑在一起，用热点打破他平静的生活。真心希望张柏芝可以放下过去，轻装前行。